你真行，仇人递过来的酒你都敢喝？他就算对我们再恨之入骨，也不至于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下毒谋杀吧？再说了，你刚刚不也毫不犹豫的就喝了？就你厉害，人在生死与夺之际，才会爆发出最凶残的兽性。 三、二、林总，他们来了。一，趴下。